A01 第五章国字地图中间的部分。第一题，请在站牌上写上编号，共九个。好，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已经写过三次了哈，所以我们就不再示范了。接下来看第二题。等一下，如果暂停开始作答的时候呢，你们自己写了哦。好，我们现在重要的任务是来介绍第二题。苹果在几号与几号的站牌中间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苹果是在四跟五。好，四号站牌跟五号站牌中间。第二题，苹果在四号与五号站牌中间。好，再来看第三题，桌球在几号与几号站牌中间？好，我们先找到桌球，在这里，所以这边是一号，这边是四号。好，所以桌球是在一号与四号中间。好，所以桌球在一号与四号中间。好，这个单元呢非常简单，所以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好，请一题一题慢慢的写过去。好，我们介绍到这里。